面剂对人有害吗？拉面是一种大家经常吃的食物，可是许多商家为了使拉面更有弹性，都使用了拉面剂。那么，拉面剂对人体有害吗？传统的拉面通过利用天然蓬灰改善面团组织结构，提高面团的筋道和弹性，从而增加面的口感。但由于天然蓬灰难以进行标准化操作，所以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了。市面上主要使用的是速溶蓬灰，或称拉面剂。它是根据天然蓬灰成分，利用食用级氯化钠、碳酸钠、碳酸钾、碳酸盐复配的产品，属于复配添加剂，并不是国家禁止范围。拉面剂是可以使用的添加剂，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拉面剂的相应国家标准，因此市面上可能存在一些非法拉面剂，有潜在的健康风险。